祝福你哦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我今天的主角陈纪扬师姐。伊自细汉都爱是给拍拍照，有小好的观念，真爱捡物件，而且个性乐观。就算拄着婚姻不如意，嘛同款用淡定的态度行过来。即马伊家己一个人住，但是袂感觉孤单，逐天拢过甲真充实。伊是伫个无影响咧，咱即马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故事。靠是袂啦，就是嫁到无法度，就要忍耐啊。古早人都安尼，是伊，迄都莫讲，迄边阿讲，伊就这么大，还会边阿讲，这么人爱我妈妈都要嫁嫁啊，都我妈妈来因家看厝，因家当土甲厝啊。啊！阮大哥最爱食煮个走去味啊，所以无看到。算阮翁个阿公本来是囥伫大厅，吼、哦，就是看往生的啊。啊，可是阮父母来甲伊看了，讲会爬起来好起来，就啊好头彩，就将嫁给他了。就都旁边阿婆讲的话，阿婆对面笑，将就嫁给他，比古早个搁较古早。两个好像没有恋爱，就没有什么好思念。啊，你较早敢有爱着别人？哦，没有，通通没有恋爱过。捌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咱十外岁讲啊，来庙寺出家，我先做做捌安尼想法，就是迄阵无出家，那迄阵就哪会晓对事就好啊。中午才吃饭，这样啦，对啊，做到这样认真，你问伊敢有吃了？没有，我讲你的身体，你个嗨者，嗨，我讲你的身体嘛爱顾，才有法度做较久，对不？吼，系啊，身体爱顾，才会做法度做较久。啊，爱吃爱买都无火啊。系啊，啊，我就甲伊讲，我要来甲你长工做，一趴去趴火吼，过来甲刷过来吃，伊若要做较快。较袂乌白沙去沙到迄长长的，就啊无暗时啊，有当时啊吼。啊，即摆无火，伊要安怎做？无火啊，伊就知影迄个啊乌白沙，我你袂使来乌白沙的，安尼啊。他们看到也有，嗯，我们隔壁还没起来，不然他们也都会拿，顺便拿来，听到他声音都顺便都一起给他，门都还没打开啊，这样还没有那么多嘞，之前。这么多，因为再太多，我很怕它这样危险啊。过年遐，足侪伊拢，人拢遐咪去载，人拢遐咪去载安尼咋？啊，加减载安尼，嘛一工做到十一点，我讲好困啊，我拢安尼个，你若讲，互伊想，安尼载安尼吼，咪疲劳了，伊直直载安尼吼，无去嘛。一礼拜就对啊。哎呀，一礼拜差两车。你要安怎做啊？一当人车两车啊。啊，就一车做一车十岁啊。
什么时阵开始做？阮翁往生，嘿啊，一生八大条的，就伊就去啊。啊，我就看人来做了，我讲迄念阿弥陀佛呢，我嘛要念，嘿啊，一死了我就个人出去念佛啦，一工念三摊四摊嘛在念。以前他食我的草地甲油粉啊，尾来伊生气啊，生气就拢歹食，歹食就无偌久啊，就别个啊。啊，你当阵你都剩你一个人伫厝啊？对，阮囝拢读大学啊，迄一个大学一个研究所，细汉的上头是伫厝啦，啊，就是我拢做爱做瓷器，所以伊拢会走去拍保龄球、撞球，变无人陪伊啊。无因爸爸伫厝的时，伊是真乖，伊也趁钱转来。摕钱起来，人让爸爸看，啊，就摕几张好伊安尼啊。阮囝就是安尼的人。哦，无啊，这拢人发心讲要给咱的啊。啊，遐搁一个啊，伊拢落几袋啊，啊，不过我拢全部来载所物件一束啊尔。这本来是有一个师姐啊，现在八十外岁啊。哎，无材料做啊，我着换我做。啊，袂本来这是菜园啊，啊，这人别人的地人买去啊。啊，无本来伊拢捡足大吨的啊，拢车来载。人啊，先坐下嘛，无再来做。我健康才有法度做啊，着爱拼死做，做讲爱骨来做。吃物件我吃，我来再回收，伊拢泡物件我吃。因为早起是拢透早就出来，拢无食饭。安尼伫做一道，我惊伊吼伤枵，我拢会泡个小的互食者，因为尤其冬天更需要。也没什么好，叫他进去做，他也不肯啊，他很客气啊。啊，这个，这就是要求够师傅啦。师姐，感恩。我今日给泡芝麻给信了。嗯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就是真爱做，做甲真欢喜。我真敖捡，我真细汉做敖捡物件。无啊，啊都纸糊啊。这是生性安尼了。可能生性，电视人都安尼。我即摆人嘛讲我做牛的，做爱乌白走啊，目睭啊八金就出去，暗时嘛在做，就真爱安做甲真欢喜啊。啊，人拢安怎甲你叫？叫我剃袂用个啊，做牙买。吓啊！前几日我老母拢骂我牙买啊，做够走个啊，到处带袂定，无爱做内底工课，爱做外口个啊。啊，其实我毋捌趁什么钱。伊就是用无啥会调啦，嘿，伊就是用无啥。哦，这人卖的啊，人要产要犁掉啊，嘿，啊，就家捡啊，收获啊，啊，捡来甲人结缘啊，嘿啊，啊，看师傅啦，有人要爱嘿，啊，叫因栽苗施洪用。吼、嗯哦，对啦，啊，人要犁掉啊，放互烂掉啊，嘛是用一够肥啊，啊，是讲咱若捡起来，咱搁用食啦，嘿啊，啊，人有诶无他食，捡互食，嘿啊，分人食。小孩子都安尼啊啦。
较早捡柴嘛是哦，足欢喜的，因为总易捡，捡到担袂赢。嘿啊，捡柴啊，顺出佚佗啊，爬树啊，踮坐啊啊，捡到过头才转来。就是从小就真爱走啊，真爱走，真爱捡物件，从小就这样啊。捡捡稻子啊，捡稻穗啊，嘿啊，捡番薯啊，啊，拢捡足济啊，捡茶啊，捡茶捡上济啦，像咱做主持安尼啊，捡到物件足欢喜啊，人也互咱嘛足欢喜的，足爱做安尼啊。哦，较早捡茶捡到偌欢喜的，捡到足大吨啊，载袂转来。我妈妈伊拢爱用买啊，啊我若住在厝的吼，伊拢唔免买，拢贴几壁，我足够捡的。这啊，砍掉无快，你看这大粒。无啊，自然都有迄个福报啊！你若莫安尼消耗啊，你来较少福的，就自然就会剩啊。啊，你有剩？有啊，剩才有他吃，啊，毋才有他做主席。哦，再搁捡一块好啊！我只搁两脚底啊咧，搁来遐捡，我昨捡无掉遐。无啦，一礼拜一车大过去台啦，啊那那较大，伊就拢要三台。好早五点就做这个案子，咱遐做个案子在点来做，连过年吹嘛叫我来载。有啊，头也是对车，嘿啊，拢想要困工的，拢也贴车。人拢讲你遐贤贴，你是困工哦，无啊，做做做主席尔。做司机上骨力尔，目睭啊，八斤就较紧出去，啊，就啊暗时啊想着哦，较紧来载，啊，就钱有他开就好啊，钱有他开就好啊啦。看去就去啊，人生无常，像阮人来逼的都无去啊。我的个性哦，就是直直的啊，不要烦恼嘞。要烦恼，你也困不起啊。不会啊，做瓷器很忙，没时间，寂寞，忝到困去啊。退化，脚头乌，有当时再伤重。安尼做这种动作吼，脚手拢害会着。这步呢，冬天哈，行草山行几下咧，嘛袂流汗。你做这步会流汗，剩下的全身都会拉到。啊，晾晾啊，脚都袂疼嘿。啊，个晾无开啊，算安尼筋骨拉开安尼啦。无人像我安尼做啦，我家己尔。你若手咧举袂起，啊，就只喊喊。啊，我就安那喊，即个你爬脚只偏那疼，腰硬，安尼调倒调伊腰会拉开。爱先安尼烫烫的，伊骨头会较软下，啊才调落。
无啊，真酸，有当时啊，拢会闪着，啊，闪着伊会来吊吊的，腰就不会僵硬啦。我顶下闪着，啊，连续两天吼，拢甲泡澡，啊，搁来吊坐，安尼就好啊。搁继续做安尼。我那大儿子嘛叫我去盖大，我去盖大，就回收边做啊。阮囝就叫我讲做，莫做甲安尼，较忝。啊，我就真爱做哩。所以讲，你就爱家己照顾。嘿啊嘿啊，啊，我有当会去用按摩啊，啊是去用针灸啊。六十五岁啊，做这，逐工咧摸遐大包，头若戆戆，安尼家己靠靠就袂戆啊。自己的身体要自己照顾，啊，无你要做，敢有法度？你前期房大家嘛讲，互你食到百二岁，我唔免，都来剩我家一个。啊，这女仔高忙啊，安尼。即卖人拢时间听食啦。对。真紧嘿，啊你爱安尼，安尼家己啊。啊，你烦恼讲后摆有人来照顾。哇，免烦恼遐济啦，免烦恼遐尼济啦，啊你要吊药水安尼。小安后生离婚了后，十一岁早孙啊，都和叔仔一手带大。早孙啊，渐渐大汉了后，有一挂功课伊嘛袂晓教，而且规工拢环保爱做，时间根本无够用，所以就甲早孙啊送去寄宿学校，拜托老师好好照顾。昨下敲电话讲要来甲伊看，来个耶，真欢喜。读一学期较低啊，伊四年级来读个，头啊啦，头啊多来读较唔甘啦。无啊，伊伫厝会搞按摩，伊咪搞我，我来打咧耍咧听，伊咪搞我咧。伊即马要来上这种，这要讲啥？真正要讲啥？烹饪课。烹饪。哦，烹饪课，嘴大大的话，唔食汤啦。你有喜欢阿嬷吗？我运动会叫我来，我讲我家己一个尔，按暗时啊，你生活运动不来，来真侪届啊，好不好？嘿啊，你发烧，我咪提药来给你吃。可是没有外出过。外出？对。本来无想要来啊，啊无多啊，因阿嬷讲爱来就爱来啊，无来嘛袂使。想吃？我去有同学吃。嗯。你都如何啊？电话都如何？嗯，阮囝嘛袂晓甲伊讲啥，嘛袂晓讲关心的话什么，爱说一下他不会。嗯，可能先爸爸妈妈、伊妈妈妈呢。有啦，即卖呢算家己较会独立啦。我特别要做水做回收，伊拢唔爱出去。啊，你安怎讲？嗯，逐工着做回收，拢唔带我去佚佗，安尼外过年嘛安尼讲啊。逐工着做回收。安尼只甲人比起来，我算真好命。我自己啊，知足感恩。我安尼家己算甲人比起来，你看我一间厝只大间，我家己在住。都无烦恼。嘿啊，袂啊，阮囝嘛拢足乖，三个小孩拢很乖啦，嘿啦。
是找到明灯啦。像我梦境安尼啊，你讲一条路暗飕飕，到尾看到一排火哦，拼死叫看到师傅牵两个囡仔嘿啊，啊，着约去排火一日叫，所以做爱做足济啊。梦境就看到师傅啊，啊，搁啊一条路暗飕飕啊，啊，到尾看到一排火啊，啊，着约去排火啊，就找到明灯啊，就是敢那像迄冥冥之中吼，就是找到师傅啊。未来。师傅讲也较骨力做，较认真做，啊无愈来愈侪岁都无在条做。目标啊，啊你讲做委员，迄都爱共收功德金啊，我著变死做济，你讲要收钱，我著较唔敢人开嘴。做啥物啊？搁要来做主席。要嘿啊，搁要来你嘛爱有。好愿才有法度他来，无你告诉我，一念间就去做堂，就去做什么伊索比亚迄边的人，嘿啊，嘿啊，心念若想对遐去就对遐去啊，嘿啊，所以也是爱是好念头啊，师父讲爱好念头。爱做查甫无？哦，我安着生查甫啊，查甫嘛无啦，像我遐牛。师兄因拢讲我像查甫咧，遐真无人有。师姐上大在乎，就是有三个心。第一是单纯心，遇到境界拢袂起烦恼；第二是平常心，处理大小项的代志拢真冷静，每一项工课拢照步来；第三是真用心，想要成就的代志，拢家己找方法去完成。所以不管遇到啥物困难，伊拢会当把代志慢慢圆满，这就是人生快乐的秘诀了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我顶下有整咧卖啦，我有勇气卖啊，啊嘛有人会欢呼啊。爱研究啊，啊着有人要买着家己卖啊。若有卖钱，拢安尼三千外，还是几万块，逐项拢摕互伊，我嘛无咧算迄钱偌济。较早嘛，我病床嘛毋捌咧记数，我拢毋知影，我嘛替阮老母管啊，我无咧记啊。